九是井水，大家不要怀疑他了。我是真的预言家九，我查五，他是老。那我刚刚讲的是废话吗？没讲，你完全没讲吗？讲啊！Oh my god！你们两个跳预言家跳的不是很好吗？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八大综合台28频道娱乐百分百。